大家好，我们继续为大家引音解字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们汉语，动音和相关的汉字。我们老祖宗呢还是那个样子啊，在满足了使自己物质生命得以向前延续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以后，也就是说，能够满足了自己的吃喝拉撒睡这些需求啊，以后自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观察、思考、研究一些问题。那首先呢，就要考虑到我们人类是怎么回事啊？那至少，有这样的疑问，就是什么？我们人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怎么来的呢？那其实呢，祖宗也在观察。那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从一个地方而来，那就是那个穴、那个孔啊，那么一个出处啊。那么这个穴、这个孔、这个出处呢，祖宗啊就给它的一个音叫做动啊。其实也就是动嘛。我今天一说动，大家都清楚。那么最早呢，祖宗的这个文字是用什么呢？就是画了一个圈儿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当时为了表示一下呢，那这个圈儿有的时候，当然是最初嘛啊，就涂的再画个圈儿或者再涂抹一下。因为什么？那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洞神秘，搞不清楚，所以就会再涂抹一下。所以这个洞字有幽暗、深邃、搞不明白的这个意思嘛。那当然弄明白了也要动啊，这是后来的演变。那么说白了呢，这就是一个母性，作为人来讲是母性的产道啊。我们人都是从哪儿来的？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所以这是个出处啊，就是这个洞。道德经里头讲叫玄脾啊，那个脾也叫动啊，母性的产道。那么其实动物也是如此，动物也有雌性啊，有母性啊，有这个女性啊。那么动物的诞生，我们祖宗也讲，那么它也叫动啊，也是，所以就是最初这个动字就是画了个圈啊，这就是叫动。那么这个动呢，那是有区别的。那动物的动呢，是个犬圆加个同字，实际上同就是从这个圆圈，一个大圆圈一个小圆圈演化而来的。实际上最早这个动啊就是同啊，但是当然同啊，我们有同音和同字，以后再跟大家去分享。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来的。那动物呢是一个犬圆加个同字，那也叫动。那动物是从动物的产道而来，那么那个动，那么真正的那个东西就是从那儿来的。因为动物活动慢慢生长嘛，那么幼小的动物也叫动啊，就是这个犬圆旁加同字。那么人呢，那我们祖宗也知道，我们人是跟动物是不一样的，也是有区别的。我们有语言啊，我们能够有交流啊，能够发声啊，并且我们手势脱离了这个约束啊，自由被解放出来了。今天的话说，那么就叫人动啊，人动啊，人字旁的那个动。那个动呢，实际上也是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到今天我们有时候还用，但是用的很少，就指这幼小。说白了就是婴儿嘛，就是很小的，就是子嘛。那么说白了，那人动就指人的本儿。那个动物的动，犬妖动呢，那就是动物的本儿，那就是说有个子，那就是个出处，那是个真的那个东西，能控制这个物质入身的，那就是那个本儿，那个子，那个老家。那祖宗也感觉这个植物呢，它也有所谓的生命迹象，那么就对动物呢，对这个植物呢也进行了研究。这个研究呢，那么那个植物的这个动它是从哪来的呢？那祖宗去研究了以后呢，就认为这个植物的种子那就是它的动，也是一种动。所以祖宗就是画了一个植物，中间画了一个这个植物的种子，你说果子也好什么，就是画的比较复杂，是一个圆形的东西。你说是苹果的果子啊，说梨果子啊，什么这些果实也可以。你也可以说那个种子，麦种子、稻种子、豆种子等那个东西，就那么东西，上面有芽，下面有根儿，这就是今天那个东方的东的由来，它纯属就是植物的一个动啊精髓，那个根那个本，所以有子啊子本，这都是东，都含有这个意思，就是真正的那个东西，所有这些生命背后的控制这个生命物质，身体的物质部分的。这个里面的根本的东西，这叫动，
就是我们今天东方的东，最早东方的东，它不是东方的意思，就是指这个精髓、这个根儿、这个本、这个子。那么所有这个动物、植物，包括我们人类，从这个洞里头出来，我们叫做洞啊，出来了，从这诞生的。那么这实际上，那么我们本根，这个洞也有本根，根本啊，这个的意思啊，子的意思就是这个真的东西那个意思。那么后来演变呢，所有这些东西就通通的叫东方这个"东"字儿啊，去取代了，不管人的还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，通通叫"东"字儿去取代了。这一点呢，有一个这个演变的过程。这怎么呢？就是考虑来考虑去，思考、观察、研究，就发现呢，所有这一切，我们在初里头讲，那得有个出处嘛，出处嘛，出来的那个地方。那这一切呢，我们承认，我们是在天地之间。祖宗那个时候认识地，地不是说他知道这个地球是个圆的，而认为是无限大的一个平的这么一个东西。那么天是在上面罩着它，那所有这一切呢，那么天也有个出处，这一切有个出处，从哪来呢？就是太阳升起，我们能看到，就觉着太阳出来的那个方向，那就叫动了。因为本儿啊、根儿啊，什么不管你动物、植物还是我们人类，都是从那儿来的。所以这个东有了，所有这些根本子出处的地方，那个方向就叫东了。所以今天有东，因为太阳是从那儿来的嘛。啊，这是演变成，那么这个东字反而成了根本总称啊，或者说这个真正的东西的这个地方了。那么后来有一些区分，有些划分。那么人的真心本性，人的本处，动物的本处，尽管那个犬腰旁的动物和人字旁的动物，已经我们不怎么用了，它还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也很少用啊。这个东作为本性子本儿也都基本上不用了，我们用另外的叫本性了吧。叫自信啊，等等，那么有了别的演变。那么所有这个从这个洞里头出来这个根本，它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啊，位置的变化，空间的变化，这就是动啊，动作的动，动运动的动，那个动字演变而来。哎，其实祖宗画这个东西，有动物，有鸟啊，也有树木，也有人，都在一起，位置在变。这面一块，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动画这个过程一样。很复杂。这个动字，我们今天简化的很好，也一个云里。那以前这个重力，再以前呢就有鸟，有树木，有人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在这个地方啊。另外一边是变化了的，但它呢还是人，还是动物，还是树木，那就是最早的动字。这就表示呢，它是由于位置的变化啊，空间的变化，前后不一样。其实它一直在动，其实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直在动啊。祖宗那个时候就是它变化。是一个动态的，婴儿一出生他就会动，要不他是个死的，那就没本儿没根儿了嘛。那动物也是如此，那个植物也是这个样，总是有的时候不发芽嘛。那么，就有了所有从洞里头出来这个根本，都是一直在活动、在运动、在改变着位置、改变着空间啊，在有变化啊，动变嘛，动化嘛啊，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。大家现在今天都明白了，就是变嘛，就叫做动。当然，这个动字呢，由于你有动词、有名词、有形容词，就演变出更多的来了。甚至于我们干活也可以叫动啊，这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行为的东西在里头，它就是这么一种变化，有主动、有被动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么，所有这个运动的动。我们含义比较多，我们从字典里头的描述，更会让自己一查查验，印证和思考揣摩吧。那么这是一个演变方向啊。那么后来呢，祖宗啊，曾几何时啊，把这个水也加入进去了，因为祖宗观察这个草啊、木啊、植物，还有这个动物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它有一个真正的东西在演变，在动。其他的那个沙石啊、土啊等等岩石的，你不动它，它不动啊，它自己不会动。但是这个水它会自己动，所以祖宗曾几何时认为这个水呢也是有灵性、有根本、有子的。但是呢，祖宗也发现，哎，有的时候它也不动了，和我们人、植物动、植物啊这个动物死啊一样啊，不动了，就是被冻结了的冻，因为水不动了。叫什么呢？我们死了也叫不动了，我们就回归那个动了嘛。
那么水呢不动了啊，那个它也是回归了，它也不会动了嘛。哎，你不动就是死啊，就是运动的动，不动了就是死。那么人、植物和动物那不动了也叫死，那叫回归动，回归了我们原来那个地方，完了从那再出来。那么有这么一种现象，那个季节呢，不光是水不动了，我们呢人呢动物啊也要带回到洞里头去。那么祖宗认为我们这个人呀、啊、和动物啊，和一部分植物就是祖宗认为一些植物草吧草本的庄稼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一年的生命啊。我们人和动物呢它不一样，我们能够躲过啊这个生命的轮回，能够多次。那但是我们要多次还要回到那个地方去，躲到洞里头，因为我们祖宗最早也是住在山洞里头、土洞里头，啊，各种树洞里头，各种各样的地方，那还是回归的洞。那么水呢？那我们也要回到那个地方，那个时节是什么呢？就是水啊，不动了，水也要回去，那就是冬天的冬。冬天的冬，祖宗写这个字的时候，就万物再重新回动，二次回动，画两个洞，这叫做。冬啊，那个又回归的那个季节，也就是说，人死亡也是，生命的轮回，其实就是也是指生命终止，不能动了，又回到原来的洞了，因为在洞外面我们不能动了嘛，哎，我们就又回去了，所以叫冬，冬有死亡的意思，最终，当然了，因为我们不死亡，我们会钻到那个洞里头去，也是躲过所谓的像草木庄稼那个死亡一样。那么我们再从洞里爬出来，又是又一次。那么有年，有其他的一些分数啊，动物也是如此。所以就是那个季节就叫做啊，冬季啊，冬停止了的季节，又回到原来洞里头的那个季节啊。大概脉络，这只是说，因为它的演变是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和这个现象嘛。那么就冬天的冬了啊，冬了，那么就是水。都死亡了，哎，那等来年春天的冬季有四个冬出来了啊，冬啊，完了以后演变到再冬了，啊，又死亡了，又回去了，那么就是死亡的那个季节叫做啊冬，又回到冬了嘛，这么一个演变方向，水冻呢有水嘛，你看三点水加个冬字，就是水的这个。根本和死亡了，就被冻住了，不能动了啊！我们草木也是啊，就又回到洞里头去了啊。那么这其实以含义呢是一样的，所以结冻的冻，结冰啊，那个冻啊，冷啊，也就是指后来我们祖宗知道水是没有生命的，那只是一个现象。当然了，沿用。最老的祖宗给我们定的这个规矩，那就是水死亡的季节，我们再回到那个冻的这种现象或者这个过程就叫冬。那么一久而久之呢，那温度低的那个季节那叫冬天、冬季了啊。那么我们说了，所有的这个动物、植物和我们人类，包括水这个根本精华这个本，这个真的东西那。对东方的东所取代，因为太阳从那来的嘛。那么，真正那个植物的这个精髓呢，那么就用作"董"。今天董事长的这个"董"草字头啊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它还是指着，嘿，最早这个东方的"东"的含义，它就是写字一样的。那么，因为那个东方"东"代表方向了嘛，这就在东西的"东"了。那么，董事长的"董"呢？那意思呢，也是核心，啊，重点，嘿，董事会嘛，哎，那都是指这个这一层含义，都是指根本的演化，只不过这个根本的含义在里头被淡化了，但它要突出的一个重点，所以这植物的那个本性、那个根、那个本，那么就是草字头嘛，就说啊，那就代表植物了，啊，其他人、动物、人类就不去追究这个东西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"懂"弄明白了，用心去思考、去研究、去进行这个推演，就是懂事的"懂"。那么你把这个"动"，动动动动动，前面这些"动"啊，都弄明白了，就懂嘛，啊，清楚了，用心。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仅仅观察就能观察到，因为这个根、这个本，
这个真正的那个自己吧，那观察不到，所以只能用心去印证，所以心弄这个懂了重点，懂了呵呵，弄清楚了，弄明白了这个核心，那就叫懂了嘛。所以懂事的懂也发这个音，那就演变出另外一个自然语境的方向懂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个祖宗呢也说起，我跟大家也都分享，我们祖宗幽默、风趣、调皮，呵呵。都一样。我们人任何一个祖宗都通过这个动啊，小孩儿、幼儿慢慢生长的，成长起来，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、老老年，最后死亡。那每一个时期，那孩子调皮嘛，我们也有那样，那都有些童心未泯嘛，那就是，把这个拟人化、拟动物化、拟生命化啊的一些东西，你比如说我们房屋。房屋里头也有个栋，就是栋梁的栋。那为什么它叫栋梁呢？它不叫别的梁呢？叫做栋，它也沿用这个意思，它有根本、精髓、重点的意思。祖宗认为这个房屋它没有生命迹象，没血气，没灵性，它不能算是个生命，但是它和生命有点差不多。实际上，这就是祖宗也在逐步、逐步的接近真相啊。那么这个房子没有这个核心，就是个栋，这根梁，那房子就不成房子了，就坍塌了。所以房子的精髓，房子的重点，房子跟房子本就是也叫栋啊，栋梁的栋啊。我们今天当然又反过来，我们本来是拟人化，我们现在又把这个人啊就取代，又把这个圈转回来。本来是从人动物生命演变过去，再把它演化回来。那么重要的人，有起大作用的人也叫栋梁了啊，这个演变的一个过程。实际上，这个我们文的这个演变含义的转化都是相互的交叉的啊，任何一个音一个字啊都是如此。这个大家自己去印证，哈哈，揣摩思考哈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用心恫吓啊。恫吓的恫，一个心字加个同字，和那个一个心字加个董字啊，那不一样的啊，那个董事长的董不一样，他是个同啊。其实呢，这有一种表示，其实意思一样，以前都一样。那么因为什么说这个恫吓了呢？其实我们人也在思考啊，我们所有这些有灵性、有血气、有生命迹象，包括我们人，总有一个生老病死。有一个周期，最终都要死亡啊，这是谁都逃不了的。那么自然而然想到我们，那么死亡是怎么回事？所以现在人类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99.9999%吧，人呢就会对死亡产生恐惧。这好像说是人之本性，这不是本性，这是迷失了本性以后的错误认知吧啊。以后跟大家去分享生命的真相啊，再去讲解、阐述、分享这些东西，那么就会觉得死亡了以后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你都不会动了呀。其实我们也在观察我们同类，不是同类生命，那死亡有一种悲从心起啊，就会感觉到要伤感，甚至于恐惧。那么拿着这个从洞里出来啊，再动了以后再回到洞回去啊，死掉。这么一个过程啊，再回去也不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洞外面吧？你再回到洞里都什么样子了？不知道，这就会产生恐惧，因为不清楚嘛，没有彻底的懂，而产生了动，就是害怕，并且呢，人呢拿这个事情去说事儿啊，自己也会有恐惧，别人再拿这个事儿去说这个事儿，有威胁啊。吓唬的成分在里头，有恫吓的意思，吓人的意思。那源于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懂。如果我们真的懂了，动了，动如何，整个这个真正的懂了，我们就会明白，真正的明白生命的原理和生命的真相啊，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恐惧啊，就是被恫吓这个心字同这个字了。当然了，我们祖宗发明了，
创造了这个音字啊，放在那里，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彻底的去懂，懂什么？懂动，懂动啊，懂懂这些东西。好，关于冬音啊和相关的汉字，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